Thomas 哥，说么多？今天我们再来一辆 RGS 120，这辆就是 Two-Shot 教父的摩托。因为上一期我们拍了它的勉强嘛，这期我们就来拍它这辆 RGS。我们先拍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很多人以为这辆是 E5Z 啊，因为看到旁边的那个 engine 盖啊，看到 Suzuki RG 样子，还以为是RG 来 convert 成 E5Z 啊。前面其实这辆不是 E5Z 的，这辆是 RGS 120，在马来西亚很少有的。我们今天请Two-Shot教父来为我们讲解一下，这辆跟 RG 有什么差别啊？这辆跟 RG 差别就是 CC 外壳跟一些 accessory 不一样。这样子它是跟 RGV 一样，跟 RGV 只是稍微 engine 一样而已。前面那个是盘子几大哦？前面盘是300雅马哈车。我看到这个令光很大哦，这多少哦？这个是215。215。不懂的人啊，你看到是很像 E5Z， 它车头很像，但是看了旁边，咦，又很像不像嘞。对，又他觉得很奇怪的感觉。然后你这辆改了些什么啊？心脏 engine 有动，哎，这排气管 rim 就是讲你的 blockhead 有动，有动，脚啊，这样子是比原装大了一点还是大很多？大一点点而已，大一点点嘛，好啦。哎，这排就是当年的 PDK 最稀少的了，以现在的年代应该是几乎是算没有。对咯，因为我看到这只很奇怪，你看到吗 ？PDK 这样子叫牺牲 double stand 哦，这两没有个。还是保持原装位，就是讲你的 double stand 拆掉罢了，拆掉罢了。这只啊，比较翘。想当年我那个年代啊，之前是这样子弯的嘛，然后我们全部改成这样子翘，比较漂亮。GS 原装还是后面有 piece 的？原装有 piece， 这边所有全部是原装。它的啊，对，它原装只是 rim 是换了 125Z。如果我把阿杰的这一套东西。装气 RG 可以的是吧？可以，用八点倍吧。八点倍，看这些，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也是原装啊。原装啊，这个原装的。只是你拿来过嘛，好吧？拿来电镀而已。这个也是换料是吧？换料，那个脚踏是 Nagason 以前只出少量的 125Z 的 Forest 来的。哦，这样原本它是像 RGV。对 ，RGV 原装前面。前踏后退样子的。对，也是六号牙的这个。我看一下车包里面啊。它的座包就跟 RGV 一样啊，类似，只是这边的壳会比较高上哦。哦，全部类似跟 RGV 大同小异。然后它的 Mid 原装来就是有 RBM 啊，原装来就有 RBM， 只是车头有下低。车头有下低。有下过低了的车头。就像这一项。对。有砍过车头，应该是全马唯一一辆砍过车头的。我就看到你这个车头比较低的，你看是砍这边。啊 ，G 好驾还是这一款比较好驾？我觉得各有所好啦，有好有坏。我们请一下卖鱼哥，不是卖鱼哥，乌索教父啊，我们去试一下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在看了兔兽教父一试车啊，有没有激发你们兔兽的那种回忆啊？一听到这种拜神啊，那种回忆就满满就涌上而来啊。哦、然后他还有改了这个，换了什么版吗？杜卡迪的原装 Playboy 上风。上风，在里面我看不到哦。我看这一只就懂了，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很感谢兔兽教父啊，借我这辆。传奇啊，是叫传奇吗？对，传奇。因为全马真的很少会看到有这种这一款摩托啊，这一款 RGS 120啊，所以今天感谢他借这辆摩托让我来拍摄，期待他多几样新的摩托出来。他现在弄住了，等他弄好了，我们又有得看了。杜硕教父的传奇摩托，好，我们下集去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